感谢大家。新人主播啊，开播的话他有任务的。哇塞，这里还有个，毛蛤蜊。这个螃蟹不会夹人吗？它会夹人的，会夹人的。这种的话是呆呆蟹，它比较懒，呆呆的。它如果你不惹它生气的话，它一般不会夹你啊。你惹到它生气，它就会咬你啊。好看是吧？它好看的同时也特别好吃啊，好看的同时它很好吃的，而且它里面很多蟹黄，这个季节刚好是吃螃蟹的肥美季节啊，非常好吃啊。咱们收了它才，咦，这里还有个海螺，哇塞，赶海的要力气大，力气不大的话，要不然的话提不动啊。两个桶要一起提着的，这个放到这边吧，免得把我给鳗鱼给夹嗝屁了，给夹死了。你是说这只多生品？你是说鳗鱼还是螃蟹？哥姐妹，这里有个，你看这里有条鳗鱼嘞。这个鳗鱼的话颜色不一样哦，你看没有，这个鳗鱼的颜色跟这条不一样哦，这条是带一点白色的。嗯，你看，嗯，怀孕的别瘦，好累好累，美女发财了，借你吉言哦，借你吉言啊。这个要打窝的，哥姐们要打窝的，这种抓鳗鱼要打窝，抓鳗鱼抓螃蟹都要打窝的，哥姐们不打窝的话捡不了那么多的，要打窝，花钱打窝的。钓鱼也一样啊，钓鱼你要买它爱吃的蚯蚓啊，你要买它爱吃的那些蚯蚓料它才会上钩啊。这种螃蟹也一样，它涨潮的话会跟着那个潮水上来的，会跟着那个潮水走的。然后你涨潮之前打窝，退潮以后就来捡。不存在的啊，不存在的啊，那个哥姐不存在的啊，那个大厦不存在的。每天都会来啊，每天都是打窝，打窝以后就来捡啊。在偏僻的小岛上，这野滩子上啊，哥姐们，如果说你们有喜欢赶海的哥姐，也可以左上方点点关注啊。咱们往前走，这下面石头下面有一个，来，这石头下面有一个，这石头下面有一个，欢迎大家哦，感谢关注的每一位哥姐们，感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这个螃蟹收回家再说。哇塞，好想去给你提桶，好啊。你可以关注我，可以关注我。一个人赶海不害怕吗？有朋友的，有朋友的，只是说他到另外一个地方捡啊，没跟我在一起。我们来的话，我们来赶海的话，每个人不会说一起来捡啊。他到这个地方，另外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啊，这样子来捡啊。如果说两个人一起来捡的话，捡不了多少东西啊。大老远跑，我们坐车将近要两个小时才到这个小岛上啊，差不多要两个小时在这个野滩子上啊。你说大老远来，捡个一点点，那不是油费都会贴本，是吧，哥姐们？哇塞，这里有猪仔螺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猪仔螺，你看，哥姐们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感谢。你看它的肉肉，肉嘟嘟的，它肉肉要进去了。哇塞，这一条鳗鱼。哇，别惊动它了，惊动它的话会咬人的，这种鳗鱼的话它会咬人的。这种你看，哥姐们看见没有，这种鳗鱼的话跟这种又不一样，这种的话是龙鳗啊，龙鳗，美国的好肥一个。现在是吃螃蟹的季节，吃螃蟹的季节都是很肥美的，里面特别多的膏，这种现在就是吃螃蟹的肥美季节。我们翻下石头，哦，我天哪，你看这里个尾巴，哇塞，就是怕它咬，被搁浅了，你看这种会被搁浅了。哇塞，欢迎大家啊，欢迎新进来的哥姐，有多少哥姐，三百多位哥姐，有多少哥姐是第一次来佳佳直播间的，咱们扣个一好不好，我们都一起相互认识一下好不好。哥姐们往前走，我抓了几条了，
跟你们聊天聊起我都忘记了，一条两条三条四条，目前抓到四条。哥姐们你们记得帮我数下，我有时候抓起抓起就不记得了，一聊天聊起就忘记了。你看这个，这猪仔咯，你看肥嘟嘟的。有喜欢赶海的可以左上方点点关注呗，哥哥姐姐们，咱们点个关注好不好。哇塞，鳗鱼多少钱一米？50多块钱一斤，我们这边50多。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牙吧，刚好我抓紧。咦，它，你看，你看这没动，它这中间它这很用力啊，它牙很锋利的。咦呀，别咬我！它这种鳗鱼的话，它的牙齿非常锋利的。嗯，你们来的话别徒手抓啊，佳佳的话每天都来捡来抓它的话是有技巧的啊。要不然的话你们等一下不知道徒手去抓的，你咬了就难搞了，它跟那个蛇一样有倒钩牙的。你看这个，你看肥嘟嘟的这个猪仔螺，这种猪仔螺里面的肉很多啊。你们那里100多块钱一条，我天哪，那个也太贵了一点吧，100多太贵了一点。我们这边的话鳗鱼50多一斤，戴个手套抓，太热了，天气太热了，好热啊，闷热的，太热了，主要太热了，有点受不了。我在跟你们聊天，然后我背上脖子上全部都是汗水，好热的，这边37度的天气啊，37度，蚊虫也多，吃不起，不贵的，哥姐们，这鳗鱼也不贵。特别是我们女性吃了，美女们吃了很好，可以美容养颜的，延缓衰老的，这种是非常好吃的，而且很补的，哥姐们，吃这种吃了对身体好的。我捅一下就够，妈，哎呀，我的鳗鱼，哎呀，哇塞，哎呦，这里桶底下一个面包蟹是吧，来，还真是一个，你看还是一个母的。你们知不知道怎么区别公母不吃了长生不老，那就没有那种没有那种功效啊，只是说女性吃了美容养颜，对皮肤好，长生不老那不存在的，哥姐们。你看，哎，这个海螺，你看哥，你看这里面全是刺哦，全是刺。如果说你们有喜欢赶海的哥姐，可以左上方点点关注，哥姐姐们。这里有个海螺，你看这个海螺也好看，这种你们有没有喜欢的？哥姐们有没有喜欢的？怀孕的那个没怀孕，那个壳塘没有怀孕啊，没怀孕，那个只是一个母的，一个母的螃蟹没怀孕啊，怀孕的话给你们看一下。怀孕的话目前我还没捡呢，怀孕的话它这里它会鼓个包包啊，像那个怀孕的一样，它肚子会鼓鼓的啊。这个的话是个母的，它目前没怀孕。怀孕的话我们这边的怀孕的母螃蟹它都会放生的。喜欢螺是吧，我也觉得螺好看，我也喜欢。谢你们，哎，我两个桶一起来，一个桶感觉一边走一边好费事呀，出来赶海一定要吃饱饭啊，两个手一起，这样方便多了，你看哥姐们，这样方便多了。装满了怎么办？我带了3个桶啊，如果装满了我会换一个桶。这里有个螺，哇，我要放好一点免得倒掉了。这里有个螺，这个螺好看，你看这个可以拿回家做工艺品啊，这个好看，这个收回家吧，这个好看，小是小了一点，但不影响美观，这个好看，咱们收了它。这下面有个螃蟹，空海螺不要呗，空海螺可以卖钱的啊，哥姐们，可以卖钱的，这是空海螺，这些海螺都可以卖钱的啊，你们在三亚，你们。如果说有来个哥姐们去过三亚的哥姐们应该知道，这个的话他们20块钱一个，这种他们都是，他这种螺的话
他会把这上面他这里一点点他锯掉，然后放个口哨里面，弄个口哨变成口哨了啊！哇塞，我的鳗鱼！